妈妈快要死了。没有没有，好多了，放心吧。你好，我是丁宁。哎呦，妈，你刚刚起东风，你悠着点。你就是丁宁啊？啊，你长那么帅，啊，丁宁。这么巧，阿姨也住这个医院，她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管他会告诉你的。既然要保持边界感，你又管我来不来？生气了？没有。那为什么走啊？我妈快醒了，我进去看她。我也进去。你凭什么进去啊？看望朋友的母亲。谁是女朋友啊？管腾飞。哎，妈，妈醒了。妈。丁总。哎。妈妈，我在呢，妈。妈妈快要死了。没有没有，好多了，放心吧。但是我的头还是很疼。头疼啊？那我去找医生过来给你看看啊。不用管他了。什么？妈妈妈，你看谁来了？妈，阿姨，阿姨，你看看。你好，我是丁宁。啊，丁宁是谁呀？总经理，开豪车送他，送他回家那个。哎呦，妈，哎，你妈，你刚刚起东风，你悠着点。你就是丁宁啊？啊，你长那么帅，啊，那个。你看见了吗？你有多高？有一米。看见丁宁，他这手就落地了。你哪？明天出院跑到蹭蹭的。今年你多大？妈，查户口呢。是你的男朋友，妈妈当然要问的仔细了。不是正式的。阿姨啊，我下决心了，一定会追到他点头位置。还有就是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他好，一定。你愣着干嘛？你赶紧给我拿电话。哦，我给你爸爸报喜。好，妈，差不多行了。你在哪儿啊？你一剂良药还是很有效。戏也演完了，那我就回去了。你干嘛？阿姨这边我安抚好了，但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。你要说什么？我刚刚跟阿姨说的话呢，你别太有负担。我就是想让他心情好一点，病也能好得快一点。所以你跟我妈说你会对我好都是口是心非啊？当然不是，都是心里话。之前车祸的事儿我哥都告诉我了，是你背后帮的忙，我欠你一个道歉，对不起。这件事儿呢，我从来都没生过你的气，不过呢，你愿意用这个对不起换一个给我转正的机会的话，那就再好不过。想得美了，先把你身边那些烂桃花给我处理干净了，我这个人心眼特别小。那短期之内可能有点困难了，要不你把你这生气的状态再多保持一段。短时间内？嗯。所以你对 Kenzie 的三不政策是故意的？当然了，要不怎么打郑总跟雷克森一个措手不及？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想看你对我是不是很紧张。你呀，把我都算进去。哎，